阿妈，这边旁边的这一家，他大概是要把这个养斗鸡作为产业了吧？你看那边罩子下面罩着的那么多，他怀里抱着，正在给这个斗鸡服务的，还有那个斗鸡圈子里头放着的，小孩子这边抱着的，那些斗鸡啊，也要训练他。脖子上还有翅膀，还有它胸部腿部的力量它嘴上爪上那些力量也要不断的去训练。所以呢，这个做什么我们是外行不懂的，他们有他们的招数。可是我现在我想说的是，目前这个疫情啊还是很严重，在我们这里这个医院已经连续发现了，陆陆续续的就有不少人染疫住进医院。可是你看他们没有人戴口罩，没有人在乎，他们把这个防疫就没当回事。那个戴草帽的那个是这旁边这家的主人就是他的养斗鸡。前两天据说他去山上去参加葬礼，他们回来以后，跟他们同样去参加葬礼的葬礼的另外一位就发现染疫了住进医院了。他们去了都没有戴口罩，一起在那里去参加这个葬礼这个苗族的葬礼，一般的他们到吃饭的时候摆席呢，就摆的是流水席那么流水席就是反正他一般的就是那几样菜了，主要的就是猪肉，然后有也是用猪肉来拌生之类的然后有菜汤，大概就是这几样。但是他们是随吃随盛谁来了谁做当然我们也知道，你吃饭你不可能戴着口罩吃，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形呢就让人很担心这是我们家的邻居，就在旁边。现在他每天都在这样招了很多人在这里聚集很多人在这里聚集。然后他这里你看那么多的斗鸡怎么说呢，这个个人的喜好，这个是难说，何况这个斗鸡会搞的人会赚很多的钱包括这个斗鸡厉害的价钱很高，我可以卖很多钱。而且呢有些斗鸡还有赌博赢了的话也能赢很多钱，就是这样。可是你看这样的话，目前这边我们这边这个疫情严重起来了，不像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我们这个北部都查不到有染疫的，可是最近就接连的发现很多染疫的人住进医院这些人就根本不在乎你看就这样在一起聚集着，没人戴口罩，小孩子也是满村跑所以呢这个就很让人担心万一有一个什么情况的话，这一个村子就如果弄不好就一个村子都会陷落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上次呢我拍了一个就是他们家了，他们的斗鸡，其实这他们这个斗鸡，他们这个好像就在家里训练这个斗鸡让他打架的经验吧，大概就是让他学习打架的经验了。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网络后台说我拍了一些是不适宜的东西然后就封掉。那后来我看看还又放出来了，有的时候也难说封大概觉得我那里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我本来我不喜欢看斗鸡，人家斗鸡的时候我都躲着走不看，所以说我想拍一下就是想让这个朋友们也知道泰国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泰国人喜欢
啊，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泰国人的这个习俗而已啊。啊，我并不想让大家看那个血腥的。其实这个血腥呢，怎么说呢？这个斗鸡虽然血腥，啊，有的打完了以后都浑身是血，可是呢，比起来我们国内云南那个斗牛，那差得太远了。啊，我到云南去，朋友带着我去看斗牛去，开着车跑去看斗牛，那倒是血腥。那两条大水牛往一起一撞，梆的一下子。上千斤的大水牛就躺下蹬蹬腿就死掉了，那个血腥法，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后台的人这个在审查的时候这个尺度的把握呀，我也没法说了，但是人多嘛，你要想把握那么准也不容易。哎，回来回来，阿里 Q 回来干嘛，慢，没准备啊，好吧，这一段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再见。